儿童都喜欢跑跳、玩荡秋千和溜滑梯，探索冒险。无论您提供儿童看护服务是在郊区、城市或乡村地区，您都应该采取刚刚我们认识的策略，确保儿童在室内及户外的安全。让我们来复习下面四项策略，了解与遵守纽约州儿童与家庭服务处规定，事先规划与提供适任的监督。当我们提到户外活动时，我们是指什么？这个问题将依您的计划所在地点而有不同的答案。如果计划地点位于郊区，则户外活动可能是带着孩子沿着市区步行到游戏场；如果计划地点位于城市，那么户外活动可能是指带着孩子在有篱笆的院子中玩耍；如果计划地点位于乡村，那么您可能会带着孩子们在大片辽阔开放的空间中尽情游玩。如果您自家拥有后院或户外游戏场，那么您可以控制的范围会稍微多一些。不过您也必须考虑其他会影响到儿童安全的一些问题和情况。不论计划的地点在哪里，您都必须知道户外环境有哪些常见的危险。让我们来认识一些必须定期检查的事项。事先检查户外游戏设备，以了解是否需要维修，才能让孩子玩耍使用。检查设备下方的地面情况，许多都市及社区游戏场都未加设适当的安全铺面，而许多严重受伤事件都是因为孩童坠落坚硬地面所致。您可能必须规定哪些安全设备可以玩，以及哪些设备不能玩。如果您的户外场地设有秋千或者游戏区，请使用深沙坑、木片或者覆盖物来缓冲坠落，避免受伤情况发生，确保您照护的每位儿童都能使用安全空间。婴儿需要能自由安全移动的场所，幼儿需要大小适当的设备以及能奔跑的开放空间，而学龄前儿童需要从事大量肌肉活动的安全空间，而学龄儿童需要能阅读或玩游戏的安静空间。我们周围到处都是植物，它们会四处生长在您的户外空间或游戏场，或可能从步道裂缝中长出。我们必须事先了解哪些植物可能对儿童有害。只要带着孩子外出，无论何时，您都必须提供适任的监督。在郊区步行到公园从事户外游戏时，必须考虑许多问题，尽管看起来可能很简单。在儿童从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时，勤加清点人数，对于维护活动安全很有帮助。在步行到公园的路上，指示儿童握住自己同学的手，小心考量通过交通繁忙市街时的情况。到达目的地后，扫视环境，确保没有可能使儿童受伤的危险事物。您可以携带垃圾袋、迷你扫把以及急救箱，以便需要清理环境时使用，特别是在公共游戏场时。无论您带孩子去哪里，他的人身安全完全都要依赖您。提供适任的监督、评估环境以及事先计划，您与孩子就能享受一段非常重要、过程安全又开心的户外游戏时光。